好，我叫思思，我是一位 model 哦。那平常的兴趣呢，是喜欢唱歌跟跳舞。那平常呢，在工作之余呢，我还非常喜欢跑步哦。那除了可以纾解压力之外呢，还可以呢，雕塑身材的曲线哦。那我平常在跑步的时候呢，都会穿着压力袜，因为呢，它可以呢，帮我雕塑我腿部的线条。知道吗？其实呢，我们当 model 呢，有时候工作都需要长时间的站立哦。那久的时候呢，会发生就是肌肉会酸痛，或者是呢，时间久了可能会有静脉曲张的问题。那这时候呢，我都会用呢压力袜来减轻呢我腿部的负担哦。其实一般人穿压力袜的时候，都会像我这样子穿，直接套进去。那正确压力袜的穿法呢，应该是呢将手伸入到我的袜子内。从我们的脚跟处呢，把我们的袜子呢反折过来，之后呢再套入我们的脚掌。那从我们的脚趾头顺顺的往上拉。当我们袜子呢穿到我们大腿的时候呢，还要记住还有一点，就是呢我们必须呢看到，如果说我们的小腿有皱褶的话，我们必须呢要顺顺的往上推，来帮我们的这个袜子呢抚平我们的皱褶。